年一度的微博之夜，不少艺人都到场参与盛会，而知名男主持人张大大和杨幂还有 Angelababy 交情超好，平时就常在网上发出一起出去玩的照片。当杨幂、 Baby、 刘诗诗等人上台领奖时，张大大则在台下化身为最佳闺蜜，立刻站起来狂拍照片。而主持人看到张大大这么热情，也特别把张大大也请上了台，和女生们一起合影。晚会结束后，张大大也发文表示希望明年能带着自己的节目登台，而在粉丝的催促下，他也晒出自己在台下的直拍影片，笑说自己来交作业了，让粉丝们看得很过瘾。接着他还分享了后台照，并透露是生图直出，往仔细一看会发现照片中三人都呈现最真实的肤色，但就算没有滤镜，三位女神的肌肤也是零瑕疵，实在是太完美啦。